发现。 哟。 还有一种是混合果汁，就这样，这是混合的啊。哦，它这个还没有那么多咸味儿，比较天然。天
天然纯的，它是没加任何那个香料，就是纯的那个番茄榨出来之后灌装的。这所有的这一系列啊，就是山形代表这个牌子啊，它都是纯正的，就没加任何添加剂。猜一下这个是什么？应该是桃子，我都看过桃子吗？苹果吧？苹果。红苹果应该是。对，桃。桃子应该会粉色的。对对对，但我喝的这个是这种色啊，对，那就是糖，那那个粉色的就应该不是糖，每个都不混合，就混合果汁的，没喝过，疯狂喝果汁的，这不是糖，这是黄，来少一点，好奇怪。其实我挺期待那个杨梨的那个啊，这可能是还有那个青苹果，有可能它那青苹果就是像那个还当什么美食博主，连尝都尝不出来，不知道哪种了。It's dry wine and dry wine, fresh and fruity. Yeah, I my other taste. 哎，蛮好啊。大家好好的感谢一下。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ご視聴ください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よく利用させてもらっています。这个偏酸，不知道。这个是他们的特产是，我看上面写的。上面是驴打滚。啊，是点心。驴打滚。它上面有个酱油啊。对，这就是点心。一个是甜的。还酒发酸味重，但是还果味很好吃，很香。白兰地是。快干了这杯。好。不要醉了，我好担心你啊！哦，没关系。哦，这对焦对的好快呀！好了好了。您喝一下我们的桃汁吧，百分百纯桃子制作。这个是我们的白桃汁。哎，好像还不太一样，是吧？没有那么甜。这个是我们拿了国际大奖的白葡萄酒，你可以尝尝。这是哪一款？甲州。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还有点气泡的感觉，有点酸甜。37% まで削り落として。乾杯。乾杯。乾杯。すごくはい。焼き鳥。焼き鳥知ってますか？はい。知ってますか？はい。ああ、すごい。びっくりが素晴らしい。おお、やっちー。啊，去年。好，我们从缝缝里看到的鱼。相机没法整。因为毕竟是在太平洋一侧，因为捕获的几率高一些，它要有原处。对，一个它切了赤身和中腹吧，应该是。这个是他自己养殖的还是捕捞的？养殖的。完全是没有养殖的味道，都是跟店里的味道不一样。你来了，我来，那麻烦你了。啊，那就下次欢迎到我们高知来。哦，谢谢。我现在只能用这个。这个是那个卡苏吗？对，这个是马古罗，这是那个鲜，就是那个金枪鱼。把我来领下一个。他们都最高等级。哟。我应该拍下来，我觉得。我在录。盘子是要搁进去吧。哦，鱼真的不错。而且感觉熟成了一点，刚才在前面在里面的时
候介绍了咱们这个高知县的这个煎鱼。那么今天呢，刚刚呢，正好这个雨呢已经停了，我们外面已经晴了，我们就请大家来到这里，实际的感受一下这个煎鱼的魅力。